大家好，我是养牛胡哥。最近好多粉丝朋友啊，都问胡哥关于说牛痹病这件事，今天详细讲一讲啊。牛痹病是由布什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病啊，主要是特征，得痹病母牛的特征就是流产，在5至8个月发生流产或者早产或者死胎。痹病主要传播途径就是咱们健康牛啊接触病牛的血液、流产时候的羊水分泌物，以及跟得痹病的牛在一个槽子里饮水、吃草都有被传染的可能。咱应该如何确定牛是否有痹病？咱可以用痹病抗体检测卡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一道杠就是健康牛，两道杠就有病的牛。预防牛的痹病，咱可以用布氏菌病活疫苗，给牛做一次可预防2年。解决牛的痹病，可以用痹病奇效，给牛饮水一袋，给牛饮水7天，两袋给牛饮水14天搞定啊。双击加关注啊！每晚8点直播，你对养牛任何不懂的问题，锁定每晚8点直播间。